有好多。对啊，怎么有？是不是在这边？啊、这儿有个刷怪龙。进去干点它，交给你这种事儿。为啥是我呢？因为你比较凶悍。我也不行啊，我从这儿给它挖开了。坏事。我可以从这儿，哎，我挖了个地道过来偷它的刷怪龙。快点。高级。哎呀，我天！我把我的钻石剑扔了，帅不？等我呢。哎，快过来救我！你在哪呢？我的狼死了，我的钻石剑扔到里面啊！我狼还没死，快去把他们干掉！哎，快点！这还有一只。我按错了，把钻石剑扔了。在哪呢？在里面，在里面，快点！哪里面？就是刷怪龙那边，刷怪龙旁边，快去给我捡回来！我先把你钻石啊，这有只苦，我先跑了。快给我钻石剑！不行，没捡回来，那有只苦，我怕把你钻石剑给炸了。哎，捡不上。哦，捡上了！快跑，快跑！哎，我哎呀，我没血了。哎呀，我先回去喝血，先找个安全的地方。哎呀，好尴尬呀！一上来就摔了。他劈着你，这还有一只。哎呀，横扫了我的小狼，我狼去咬你了啊！真的啊！快让他坐下，让他坐下了，这下仇恨应该消失了是吧？是。啊！你也体会到当年我的痛苦了吧？我残了，不行，我快跑。这多少层？哎，果然有个箱子。哎呀，漂亮！哎呀，好烂，走了。一堆小垃圾呀、啊！火把拿着。哦，这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这必定有钻石了啊！好，来来来，到极岩层了。哎，谢谢。哎，漂亮。我是没地方躲了。哎呀，我看你俩同时飞出去了。哎呀，又掉下来一个呀！干掉他，都去死。电脑钥匙上。好。啊！我被烧死了。我的喵呜！那儿下来的，哎，我的狼与火焚身了，漂亮！这僵尸拿了个末影珍珠，耶，收它，但是不要让它掉到水里去，我先把下面给倒了水，让开，我先下去倒了水，但是我感觉我又要烫着了。哎呦，哎，这儿哪来的姜？你小样的，不是他会不会被烫死啊？我先保他安全。哎，不对，我有击退。上来，漂亮！你成功把一个小黑岩给弄没了，你还成功把这片岩浆给引过来了。有僵尸下来了，两只。哪呢？背后。哎。哎呀，这眼神。这跑哪去了？哎呀，怎么射着你了？什么情况你、啊？你这一箭直接又给我弄死了。我咋射着你了呢？我也想知道。不是，那女巫跑哪去了？哎呦我天，你这攻击力好吓人呐、啊！那女巫呢？不是，我忘了，我摁着 shift 没法换物品，我本来想把弓换走，这样就不会射出去了。这不是要上来了吗？哦，已经有泥土了。对呀、啊。不是地底下也会有泥土。我感觉这是地表的泥土。现在是57层，也快了。我感觉应该是要出去了，但是晚上。很不利呀、啊。很厉啊，不就是刷小黑吗？哦，对哦。哎，嗯，好卡。哎，那什么呀？哎，没刷出来。嗯。哎，村庄。嗯。哎，意外收获。挖出来居然是个村庄。哎，有狐狸，有狐狸。狐狸应该怎么整来着？浆果。浆果，浆果，浆果。我身上有。哎，掠夺者。这。带旗子的，快跑！你现在在村庄里，你想再打波掠夺吗？完了，有了，奇迹开始了，这么帅吗？我们现在走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，掠夺者都来了，刚吧那就。哎呀，这个村庄要被屠了呗，就是。哎，这不是我们的马吗？啊，这就是我们之前的村庄啊！啊，完了，我们把这个村庄给害了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这是我们唯一找到的一个有聪明村民的村庄啊！对呀，快走快走，离开这儿，离开这儿，他们应该就不会死，我觉得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不会吧？离开这儿，掠夺者也会刷的。刷，但是我们看不见他，他怎么杀村民？他本来就是对村民有仇恨的。
我觉得只要离开这儿就行。不是，他本来就对村民有仇恨，他看见村民就打。哦、弄一下和平就可以没有了。哦，和平一下。好。啊，狐狸会杀鱼的。哦，狐狸会抓鱼啊。会杀鱼，那些鱼都死了。哦，那养狐狸杀鱼不错哎。驯服它。就不用钓鱼了，直接。哎，不是按着驯服它，它不跑吗？应该是跟猫一样站着不动，它会过来。是吗？我猜。等会儿，我先把它追到一个平地上。先吸引它的注意力。就这。不是有两个狐狸吗？这有两只，我这有两只。哎，不是，它也跑啊。潜行过去他不走。嗯，哦，得趁他趴地上的时候。不是，你潜行着也可以跳，你不用松开。哦，好的。漂亮。另外一只你去。驯服了他怎么还不动？不知道。兄弟，哎，我也被驯了。这样就算驯服了吗？哎，没有啊，他还跑。哎，他跑过来了。狐狸不能驯服，我记得说是用甜浆果驯服来着。驯服不了，狐狸不能驯服。这沙怪不是晚上被人家屠了？对呀、啊。我只能靠苹果和浆果打一晚上。我这倒是还有11个烤马铃薯，4个牛排，还有19个浆果。行着，打着吧，走，去村子旁边的空地上。要被揍死了。我这边吃的幻影窑，幻影窑，我们已经出幻影窑了吗？啊，我们在矿洞待太久了。天上绿眼睛，用剑是吧？死了一只，凶得漂亮，凶得冲我来啊！死了，又死了！哇，我们弓好厉害。幻影魔呢？应该会掉幻影魔才对，到处找找，是不是掉在什么地方了？不是，问题是我不知道幻影魔长啥样，那是只苦啊，这就是啊，幻影魔，像骨粉似的，快再找找，应该还有3只幻影呢，刚才，嗯，他们好像是成群结队的，刚才一下3只朝我扑过来，那我们继续不睡觉的话，每天晚上都会来吗？不知道呀，还是每隔一会儿就会来？哇，第一次打这个幻影窑是吧？不是，之前只会来一波。那边怎么刷出来一队？又来了，谁说只来一波的？在谁那儿？这次在我这儿。好，3只。你一个人干掉他吗？哎，又掉了个幻影魔，我看见了。我差点3连发就给他干掉了。交给你了啊。没有问题。冲我来吧！耶，又掉一个。我掉了3个，每一个都掉了。这个玩意儿可以用来修补鞘翅，漂亮。但是黄浆药水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漂亮。这样我们会刷掉好多呀、啊，他们好弱呀。对呀、啊，是谁说？哎，我曾经同学跟我说他们有700血，结果我一见一个。看我的蛇皮走位，那叫蛇形走位，不要再说蛇皮走位这种外行的话了。这才叫内行，好吧？小学生内行，你那是吃鸡内行，我这是小学内行。哎，漂亮，表明你的小学生身份呢、啊。哎呀妈，完了，我这一顿把浆果全种下了。哎，僵尸会有意绕开浆果哎。哦，他怕被扎，很睿智啊。没刷到小黑，沙漠比较多，我们到现在没找到沙漠呢。对呀、啊。哎，我发现了一个穿墙术。嗯，你看，但是只对门起效，看着啊。哎，没出去吗？重新来。做梦呢？嘿，那你是因为你本来就在外面？哪有？那你往里去，再那样。你往里去啊。行。哎，就是会在一个里外都可以去的角度是吧？对，然后还不被闷，嗯，挺好。哎，MC 的 bug 都叫特性啊。是。